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毅，非常感谢神，也感谢光明之子陈弟兄把我带到披麻蒙灰这个平台，我更要感谢宝林牧师在这个平台上来教导披麻蒙灰的课程。当我第一次学到披麻蒙灰这个呃约拿书这个课程的时候，啊，我非常的感动，而且我真的是被震撼了。 并且我被打醒了，因为之前我的性格、脾气、秉性，包括我生命当中的自我为是，呃，我行我素，不顺服啊，然后悖逆呀、啊，哦，这些东西，呃，简直都是我对。然后还有就是，我就是呵，就是，嗯，常常是，呃，控制、掌控别人那种比较强势的。 所以呢，让家人们，特别是我丈夫啊，都特别不舒服。所以自从学了这个披麻蒙灰，让我从约拿身上看到了太多的我，所以我就开始决定，一定要三天禁食祷告，一定要做这个披麻蒙灰的悔改祷告，一定要使自己的生命完全不一样。结果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，我实现了，呃。 经过披麻蒙灰的课程之后，我的右手手臂手腕处，呃，那个筋疼，时而疼，时而不疼。结果经过披麻蒙飞好了，真的好感谢神啊！啊、呃，我特别的感谢神。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，啊、呃，我发现哈，发现我的生命真的不一样了。我丈夫可以可以关心我了，可以请我去看电影了。好感谢神，荣耀归给神。好，谢谢大家。 哇，太神奇了！李姊妹只做了一卷书的披麻蒙灰认罪悔改，右手手腕处就得了医治，夫妻关系也得到了医治。荣耀归给主，阿门。